冬天冷飕飕，好想吃暖乎乎的料理。这一集的 GoGo Taiwan 帮大家搜集台湾各地的暖胃美食，不论是老卤汁腌渍、酸甘脆甜的酸菜白肉锅，还是要焖三天三夜的土窑羊肉，这些美食不只暖了你的胃，更暖了你的心。现在就跟着 Windy 和尾鱼的脚步，一起去品尝美食吧。左营区呢，算是高雄发展非常早的一块区域，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深厚的文化。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有来过南部新训中心的朋友，还有当过兵的朋友，还有眷村的子弟都会觉得很熟悉，就是我们左营的营区。有没有看到中正堂？以前看电影就是在这里面的。另外一边呢，则是以前的军官俱乐部，大家在这里唱歌跳舞放松就在那里。但是现在军官俱乐部已经不是军官俱乐部了，但里面呢其实比以前还要丰富，因为有非常棒的美食在里头等着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若问左营人哪间餐厅适合朋友聚餐，十个人里有九个会推荐这一间，不管平日还是假日生意都强强棍。听说过年期间顾客还会多到得在户外露天开桌呢。有人说眷村子弟的嘴特别刁，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身为一个眷村子弟，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啊，在这个眷村当中，你的美食一定要够赞，才可以一开好多年。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非常道地的东北酸菜白肉锅，而且啊，它不止味道道地哦，它连这个主食的方式都非常的传统，是用这个烧炭的白铁锅来煮的。啊，里面的酸白菜是精髓啦！你们现在这个酸白菜还是坚持不加醋哦？我们酸白菜的腌法呢，我们保持用传统的做法，就是用老卤汁呢下去腌制。嗯，哦，我们坚持一定要自然发酵。老卤汁这个好哎，十几年的老卤汁，等一下可以跟你偷一点回去吗？可以，真的吗？没有问题，答应我了。那我就先试一下酸白菜。酸白菜呢，你如果腌得好的话，它久煮不烂啊。真的久煮不烂，好脆哦。当然就是酸白菜它里面还是会那样子软嫩软嫩，可是呢它外面那个脆度还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啊，真的是全台湾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酸菜白肉锅。还有酸白菜啊，完完全全不会有呛鼻的味道，而且这个汤头呢，只要是自然发酵的，它喝起来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个带点酸香味，很好喝。我跟你讲，真的是一进去啊，整个就是唰这样子，五脏六肺全部暖起来，就好像一股暖流进去之后，住，真的好清爽，好舒服哦。你要再吃点这个肉片啊，吃一个肉片。常常吃那个酸白菜锅的时候配的都是豆腐乳酱，可是这里啊配的是芝麻酱，这也是很正宗的东北或是北方吃法。然后王大哥他们放葱，你看看这个芝麻酱里面的葱有多满，满到不行，好不好？这个肉哦，你煮那么久还带点酸味，还没有入口就先融化了。我刚刚只是放进去，我前肉的前端一点点，刚接触到我的小嘴唇，就已经觉得好香哦。入口的那一刻啊，真的是一阵扑鼻而来，所有的味道你一次都可以闻得到。还没入口之前，你就会先醒一下，然后一进去之后又超好吃的，哦。今天大概要胖个5公斤回去，我想。不过啊，你们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一般大家会讲说，吃这个火锅的时候都是搭配，比如面线啦，哈，或者是一些面条。乌龙面啊，白饭。你们是搭配牛肉馅饼。牛肉卷饼。牛肉卷饼。这个卷饼它的特色呢，就是你外酥内软。嗯。你如果是两边煎的都是金黄色的话，酥的话它就没办法爆皮，会碎掉，会碎掉。
起来很对味哈、哦。我刚刚顾着吃饼皮啊，现在吃到牛肉跟里面的美乃滋非常非常配，这牛肉香也非常的浓郁，然后又跟这个汤搭起来。我跟你说，眷村人吃饭就是这样，你一边在吃，他就一边帮你挖，一边帮你挖，就要让你的碗一直是满的状态就对了。虽然说酸白菜锅配卷饼是这里的招牌吃法，可是琳琅满目的小菜也让人爱不释手哎。凉拌菜、卤菜、醉鸡都是道地眷村味，一口小菜，一口酸白菜汤，每一道都好搭，不得了，不得了！酸菜白肉锅已经这么好吃了，然后这边呢，竟然还有一碗来头不小的牛肉面，这是我们2009年台北牛肉面节冠军红烧牛肉面，也是出自王大哥之手。王大哥，你怎么什么都会做？没有，当初。我们店里面就是有卖牛肉面，嗯，我最爱这个面条呢，我们是用手工的刀削面。对，我最喜欢吃这种，我小时候超爱吃这种削的刀削面。对对对，而且这个面是现削的。嗯，然后这个肉部分呢，我们是采用那个澳洲的那个小牛腱，因为小牛腱呢，它那个肉质呢比较嫩，而且那个筋，那个牛筋的分布呢比较均匀。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一个好的刀削面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拍摄拍了2个小时，2个小时这碗面泡在这边，因为刚先拍特写，我现在夹起来它还是 Q 的，它还是弹牙的，还是非常有厚度的，然后咬进去呢都没有软烂的感觉，一点软烂感都没有，你说厉不厉害？泡了2个小时呢，我真的不夸张，我们是不是从走进来拍到现在差不多2个小时？对不对？导演让工作人员饿了2个小时的肚子，我现在吃到这个面，它还是 Q 的，它还是 Q 的，对不对？尝一块那个牛肉看看，是不是？你看那个厚度，泡成这个样子，这么厚的牛肉哦，我刚刚想象一定是那种咬进去之后，你可能要撕一下，没有没有。就化掉，入口就会化掉，很嫩，非常非常嫩。真材实料的好味道，让餐厅即使平常日中午也挤满人潮。假日要前往尝美味的朋友，千万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哦。起了一大早，是因为我打拼到这巷子里，有喝假咪呀，是只有早起动作快的朋友才吃得到的限定版美味哦。男生阿姨早。阿姨，是安怎安尼透早就在烘肉哈？你这炉是要创啊？是要烘肉？你烘胖？烘胖？烘吐司？面包哦？啊，面包。这是这边最招牌的炭烤三明治，对不对？然后他就真的啊，就用下面一大包的那个炭火，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子，每天烧炭，然后要去这个做三明治。可是怎么做啊？这样要怎么做三明治？爱要变黑的呀，卖油干饭的呀。好，阿伯，你直接做几份给我看，好吧？好，我顺便加。啊，哦，就用也是要用煎的就对了。嘿，嗯，嘿。不过阿姨的这个炭烤三明治从头到尾都很古早味哦。等一下，包括他要加的这个油，这是什么油啊？猪油，这猪油哦。您讲过讲猪油，为什么要用猪油煎蛋？好香，好香。没有任何别的话，就是好香，因为好香，对不对？哎、欸，阿哥无烘啊，今麦在烘嘿，今麦在烘嘿，哦，就换网子了。哦，直接就这样子在上面烤，是不是？嘿，嗯，那用这个房啊烘的啊，烤的啊，嘿。啊，这边烘多久？不一定啦，因为这火哪卡迄个。但是阿妈你去就要看见。嘿。你是这是有特殊的功能嘛？那拢无假烧，还是无盖烧？我给它试看嘛。好、哦哦，你试看麦。翻面吗？嗯。好烫！蛋蛋蛋，我看。我直接放烧大啦。哦。真翻不过来呀、啊！烧大一点就。我搁试一摆。嗯。烧大呢？烧大，我直接带我家。我试一摆。嘿，哦，好。这火炉啊，还真的很烫哎！可见阿妈的手真的有练过哦，铁砂掌来的。小朋友可不要随便写哦。猪油煎出来的香香的蛋，加上抹上奶油的吐司里，
虽然看似简单啊，但是用炭火双面炙烤过后，这微焦的交叉炭烤烙痕，我有闻到香气了。刚刚那个面包好酥哦，然后上面会有一些那个就是烤过的那个香，可是跟烤箱烤出来的香不一样。对啊，你要煎的含这无同，煎的拿咧出来紧扣扣哒哒，而且咧酥酥无味。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水分还是有的，所以它面包还是松软的。而且啊，蛋很嫩，蛋好嫩又好厚哦。你看它的蛋，非常厚厚的。一层一层的夹在里面，然后稍微淡淡的咸味，而且用猪油煎的真的好香哦，好香，就是好吃两个字啊。阿妈的手工炭烤三明治，一律夹猪油煎蛋，一份吐司可是有两颗蛋的分量哦。而面包的抹酱口味则有花生、巧克力、草莓跟奶油可以做选择。这两片吐司啊，还可以选择两种的抹酱口味呢。可以吃到这样的早餐，只要是简简单单的滋味，就觉得很幸福了。而吃完早餐，要好好的游览台南市区一番。不过到了晚上用餐时间，就算是再热的夏天，也要来这一家火锅摊报道哦。根据可靠线报指出呢，这一摊呢、是台南人在地才知道的美味哦，就位于孔庙的对面。这一摊是晚上才营业的火锅，但是其实现在啊，就是在我们来到了台南这一天晚上还蛮热的，可是这些人都还是要在这么热的天气吃着烧滚滚的火锅，哎，到底里面加了什么料这么吸引台南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喽。放进去的料呢，就是这个有没有看到活跳虾耶？这家店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吸引台南人的地方，就是它放进去的料呢通通都很新鲜。因为呢这一些海鲜，不管是活跳虾啦，或者是螃蟹啦，或者是鱼类的这一些海鲜啦、花枝啦等等，都是哦每天早上啊，老板他们就亲自到鱼市场去选最新鲜的鱼货回来，然后呢就变成这里的招牌海产炉里面的料，所以呢这样鲜甜的海滋味呢就非常的受到台南人的口味上面的喜欢。而且哦，这边呢超平价的好饭好面，一份都25元而已哦。这里海鲜的种类很多，举凡是螺肉、贝类，或者是蛤蜊，还是虾子、螃蟹，这里绝对可以找到最当季的活跳海鲜。接下来我们的好料上桌咯。在经过一番忙碌之后呢，我们的海鲜料都下锅了，然后呢有这个特调蘸酱之后，礼拜就要开始吃咯。首先呢我们就来看最受瞩目的这一锅了，里面的料好多，而且全部都是海鲜煮出来的。我想啊，这一锅一定超级鲜甜的。好，那我就先来试试看看，先来喝一口汤好了。果然是满满的海鲜的滋味，甜，真的非常的甜，因为所有那个海鲜的那个鲜甜味啊，都煮在里面了。好，大块的花枝呢，是第一道进攻的海鲜火锅的超级好料。哦，好脆哦。而且它的那个酱汁啊，我觉得它会让那个海鲜的鲜甜味更提升呢。那你看它那个软汁非常的厚，所以咬下去呢又脆又 Q， 非常有弹性。新鲜就是这一味。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样一锅满满的海鲜所煮出来的火锅，怎么可能不够鲜不够甜呢？这滋味啊，我想就不用我再多费唇舌告诉大家了啦。除了我刚刚吃进嘴里的花枝，还有鹅啊、鲜虾、螃蟹，都是这海产炉的基本配备。搭配上超平价的炒饭或是炒面，这一顿哦，绝对让你是吃很饱。如果想要再丰盛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推荐给大家一道老板娘的秋肉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吃的这一道啊，刚刚那个花枝是用煮的，对不对？这一道软丝是用炸的，而且也是这个老板超推荐的招牌菜。因为我觉得炸的跟那个煮的口感不一样哎，
因为炸的啊，外层就是有一层那个粉面衣，所以呢很酥。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里头的花枝因为这样一酥一嫩啊，更加的对比非常重。但是慢慢咀嚼了咀嚼了，就发现哦，它的 Q 劲就出来了，而且越嚼越香的感觉。嗯，也是这里的特色招牌菜，每一道都好好吃哦，难怪台南人超爱的。都说啊，来到彰化西湖一定要吃羊肉，但是呢，不要觉得只有台北吃的那种小棍棍羊肉炉的吃法哦。这边的羊肉其实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因为它的吃法非常多种，而且羊肉的这个种类也非常的多、哦。就来看看有什么好料。你好，你好，哇，这个柜子里面。这都是羊的各个部位吗？对对，也有羊肉，然后带皮的跟那种肉片，对不对？对。可是啊，我其实第一次来到这边要吃羊，吃羊啦，全羊大餐，所以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如果个人的话，我们是会推荐你吃羊肉汤还是干面线。嗯。那你如果人比较多，两位以上的话，我们就推荐你吃羊肉。哦，羊肉炉。可是我听说这边的羊肉炉啊，大家过去的印象啊，就是说，夏天稍微天气热的时候吃羊肉会太燥，对。但是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对。夏天的话，我们会建议客人吃中药的，它是温补。那姜丝的话会比较清淡。所以姜丝的那个羊肉炉是夏天也可以吃的，对对。好，那我就点一个姜丝的羊肉炉。来到这里啊，我想要吃什么部位的羊，应该都可以满足大家的口味啦。因为光是在点菜台的这一些吼，我就已经大开眼界了一番。不过接下来摆上桌的这一桌，才是真正丰盛的开始。每次啊，都听他说西湖羊肉有多有名，又多有名。我今天终于来到西湖，然后真的品尝道地的羊肉了。然后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杨老板陶给力后。哎，你好。哇，这一桌实在是有够切操的啦，对不对？而且啊，其实要颠覆大家一个概念，就是热天的时阵嘛，会使食羊吧？会啊，嗯。所以我们今天的汤头呢，跟过去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羊肉的汤头不一样哦。这个汤头。你有看到有很多一丝一丝的，这是姜丝，对不对？嘿，这姜丝。为什么这样子去煮它，就可以让它比较不会那么燥热？因为伊姜丝吼较清淡。哦。嘿，啊，你啊夏天吼，会较爱食较清淡啦。嘿。哦，啊，较袂哦，热乎啊。哦。涮羊肉，而且它还粉嫩粉嫩的，我就胖哎。哦，好嫩哦！它那个羊肉嫩的是滑的，因为它那个就是肉才刚刚熟而已，所以它那个下去的那个嫩度啊，是会有到滑口那样的那个感觉。用姜丝炖煮出来的清汤，加入了高丽菜、青菜、豆皮，还有萝卜片之后，煮出了蔬菜的清爽甘甜。在涮过羊肉之后，这汤头不但没有羊骚味，还变得更加的浓郁甘醇哎。当然，这里有很多羊的部位可以单点加进火锅当中，不过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热炒类菜色哦，因为料理功夫也是一绝。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尝尝那个羊的巴肚来，羊肚对不对？哦，很 Q 哎。对呀，对呀，对呀。然后雪花香香，然后酸微微的酸。对对对。哦，而且那个辣度，你吃下去一点点辣，慢慢那个后劲会起来。对。可是很爽口哎。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它那个羊肚啊，其实还蛮厚的，你看。嘿，它那个嘿，哦，就高哎，嘿，伊迄多大块，嗯，很耐嚼，然后 QQ 的、啊、脆脆的那个感觉，因为它厚度够厚，所以它真的很耐嚼，对啊对啊、哦，这道超开胃的。接下来这道沙茶羊肉啊，别以为到处都能吃到，这西湖特别选用的是国产的羊肉，变化出一道道的羊料理，所以新鲜的羊肉片与空心菜一起大火快炒之后，这夹起来一起入口，可以吃到羊肉的滑嫩以及空心菜的爽脆，真的是会一口一口停不下来的沙茶炒羊肉哎！爱吃羊肉的朋友啊，来西湖就对了啦。在大内这样子走跳了一圈下来，我觉得我功力真的有增进不少。不过我自己本身呢，还有一样很厉害的家传招式没有拿出来用，一定要来秀一下。
八豆腰，加班啦！天哪，温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狮吼功吗？哎，见笑了，见笑了，因为八豆腰，所以其实功力还有稍微减弱一点点，不好意思啦。那这样子，你就要来吃我们大内乡特产的七鸭鸡。七鸭鸡，七鸭鸡我没有听过。七鸭是植物吗？还是中药？还是什么？它是植物，也是中药。哦，是一种植物。对。那什么是七鸭呢？七鸭，来来，蹲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它吗？这一颗就是七鸭。如果走在路上，我看到它的话，我还以为是野草之类的。它现在是还小，但是它能够长大很高，但是它有一个别名，它叫做鸟不怕。鸟为什么不怕？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它的刺。哦，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叶子的地方都有一根刺、所以鸟踏不上去。鸟踏上去，脚就会被刺流血了啦。鸟不踏。对啊，这个东西是老一辈的智慧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强健筋骨。哦，所以就是对高手来说非常好。刚刚洪大哥说这个七啊给七啊在这边，鸡就在旁边了。对啊，这个鸡跟一般的鸡，这个鸡我也要介绍一下。这个鸡哦，你看到我们它这个鸡，它这个叫做古早鸡。什么是古早鸡呀？古早鸡的由来就是我们以前阿嬷那一辈，我们台湾以前的鸡。因为像我们平常都是讲什么放山鸡啦、肉鸡啦，比较少在讲古早。但是它那些鸡，它那如果知道的人，他就会知道说，它这种鸡肉是不一样的鸡肉。你想想看。它放山鸡啊，或者是你说的那个肉鸡啊，都是后来改良出来的。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最纯种的鸡，就对了。最纯种的。大内高手吃的食物，从食材开始就要真材实料，烹调的过程更需要耐心。光是七鸭就要熬煮3小时以上才能成汤底，再加上其他中药材慢炖，把营养美味点滴累积。这个汤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品尝一下。甜甜的耶。其实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啊，会煮那个仙草鸡汤，我觉得它喝起来会有一点点像仙草鸡汤的感觉，就你不会觉得好像是在吃一个很进补的料理，或者是中药味很重的汤头。它其实就是很清爽，然后清爽当中呢又有淡淡的中药香，这个香气非常浓郁。然后这个放山鸡，我们台湾原生种的鸡肉，我真的还没有听过也没有吃过呢。有味，那个鸡肉真的跟我们一般平常吃的鸡肉韧性不太一样，很有弹性，很扎实，然后很有嚼劲。你吃这个，我觉得几块鸡肉一下应该就饱了，因为它的肉实在太扎实了，但是很好吃，就跟一般平常吃的那个软软松软的鸡肉又不太一样，很不错，很不错。这个七鸭鸡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多喝几碗，尤其像冬天或者是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喝下去然后吃几块鸡肉，你真的会有那种全身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感觉，非常棒。搭配这道清爽又补身的七鸭鸡，当地的野菜山产也别错过，香香酥酥的豆乳鸡，有够下饭的三杯鸡，都很刷嘴哦。菜的高手也要随时补充战斗力。在农场里面的附设餐厅呢，有各式各样的菜色可供选择，其中有一道料理绝对不能错过，每个客人来都指定要点的，就是我面前这一锅麻油土鸡粥。你不要小看这一锅粥哦，里面的土鸡可是在草原奔跑的放山鸡，而且啊，这一锅要花非常久的时间慢慢炖煮，所以呢，即便是夏天你也一定要来吃吃看，冬天更不用说了，吃了一定是会让你通体舒畅的。哇，你知道
我刚刚其实还没有吃进去啊，就觉得味道未入口，香气先闻到，然后现在吃进去那个感觉，它的麻油香非常的恰到好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麻油鸡这种是坐月子才吃的，太重口味。可是没有，它的麻油是温润温润的那种麻油，然后米饭真的炖得好软好 Q， 感觉好像你泡在那个温泉里面，然后把那个棉花揉成一小球一小球，松松软软的放进嘴巴里面，就身体也很暖，然后嘴巴里面也暖暖的。然后这个鸡肉刚刚不是有说吗？是草原的放山土鸡，一定要试试看肉质如何。非常 Q， 很有力的鸡。这个鸡呢，感觉它的就是力量啊，肌肉就很强，跟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就是市场鸡、饲料鸡真的不一样，很有饱足感。这一锅我觉得真的吃完之后，你会功力大增，你知道吗？整个人会觉得通体舒畅，超赞的。想到北干的老酒面线，几乎人人都推荐这一家。其实哦，在北干老酒面线人人会做，但是做得好不好呢？那可能就要看功力了。我们的幕后灵魂人物在这儿，老板好，老板娘好。好。哎，老板，我想要问一下，所谓的老酒是不是就是很老的酒的意思啊？老酒我们这边通常是用糯米跟那个红曲在一起发酵的。嗯。啊，这个酒呢，要摆一年以后才算真正算是老酒。那老酒面线指的是用老酒，然后把面线放到老酒里面去煮吗？老酒面线最主要的是蛋先煎好，老酒呛进去，蛋泡在酒里面，然后另外一锅再煮面线。老酒面线的做法很特别，除了所用的酒是精髓之外，带有酒香的煎蛋也是画龙点睛的配菜。老板娘说，用满满的姜末来热油锅，等等的蛋才会够香。所以要煎到这么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呛酒了。是的，是的，火要关掉，不然的话会烧起来。哦，好刺激哦，好香哦，它闻到很像那个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吃酒酿汤圆的那种酒酿的味道，会带一点点甜甜的那个酒酿味，就是我现在闻到不是跟米酒香不一样哦，真的就很像酒酿的甜味这样子。酒香蛋煎好了，另一个锅子则拿来炒香木耳、红萝卜丝，接着加水煮熟面线，盛碗后再将带有酒香的肉丝和蛋放上去，最后淋一些老酒就完成了。不过老板娘说，淋多少酒这个比例是商业机密，不给拍也不能轻易透露哦。原来一碗老酒面线，它的做法有分这么多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步骤，而且呢，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酒香酿出来的配料。那当然，我们要一口，包括面线，包括这个酒泡的肉丝，还有用酒煎出来的蛋，通通都要把它吃进去。我觉得一口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这三种东西啊，它们结合在一起搭配得非常的完美。因为面线本身它吸的酒香比较淡薄，就很像是老酒当中比较年轻的那一群，像是一个还活蹦乱跳的年轻小伙子一样。然后吃到肉丝的时候就有点像壮年的感觉，因为这个肉丝它有泡过酒，你吃进去之后酒香会让你精神觉得很振奋，然后会让你觉得相当有品味。之后呢，再吃到这个煎蛋，因为煎蛋啊本身就是煎的比较酥酥香香，然后煎的有一点点焦香，所以它有带一点点的苦味，然后最后再呛酒，因此呢，吃到蛋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是到了比壮年年纪还要再大一点点，所以你一口吃进去有三种不同的年龄，也象征这个老酒呢，其实它的味道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每一口吃起来都不一样。重点，这个酒啊，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醉，像我酒量这么差的人，我刚刚吃下去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味，完全不会呛口，难怪这么受欢迎。道地美食老酒面线看起来简单，却有层次不同的风味，就像晴碧的景色一样，白天、午后、傍晚、入夜各有情调，慢慢品味会更觉得深刻。在嘉义民雄呢，有一个不寻常的味道，你一定要来尝尝哦。而且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一踏进来，
就闻到这空气的味道不太一样了。周大哥，哎，喂，哎，你好，哎。你这边是大家很出名的土窑羊肉，对不对？哎，是。啊，为什么你的羊肉跟大家的味道特别不一样？啊，就像你刚讲的，这个味道哈、哦、叫臭坑逼啊。你说空气中现在这个味道是臭坑？对，整个弥漫的臭坑的香气。做那个吉他有实力诶，就是绝活。是，这都咱多咧讲土窑羊吧。哎、欸，阿姆哥，你讲荤嘛，用荤呢？啊，用荤呢？一般大家拢知道用荤呢，不是一时半刻，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做得完。所以这个要做多久？这个吼，这个这爱烧三面三日的时间，我个荤做三、欸啊。多久？72点钟。3天3夜。哎、欸，我有没有听错啊？一道羊肉要花个3天3夜来熏，这样怎么来得及卖啊？到底是怎么打成这72小时的火候呢？这土窑羊肉的秘辛，就一起去瞧瞧吧。3天3夜的羊肉，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一开始的步骤。可是周大哥，我们真的要等3天才吃得到吗？你应该有做好了。有啦有啦，我有穿，我穿好的，我每天都爱出流啊，每天都爱出流。哦，不过我们就要来看哦，其实最重要就是羊肉的部分嘛，对不对？这油吧是动物的油吧。这哦，这拢咱家羊肉，你甲看咱家羊肉，台湾的哦，是啊，咱家羊肉甲外口的羊肉，那为上大的差别吼。咱台湾羊肉就是讲爱当羊啦。好，咱这怎呢？这是啥物部位的？这哦，这除了羊头以外吼，除了羊头以外，羊脚以外，规拢装，吼，规拢放在这内底，吼，是。哎，我看到有乐牌嘞。哎，有乐牌吼。羊乐牌家哦。对对，这个是什么？这个避风拢在这里，对，都啊，快点，都啊，快点，来啦！刚刚好一点关吼，有啦，枸杞啦，加烧酒哈，酒味，不用装烧酒，要酒是不是？对，要酒。哦，所以这是你自己泡的？是自己泡的，好，来，稍等一下，来，好，好，加烧酒哈，加桂龙汤。哎，稍等嘞，这刚没收这。多加点，1234567890，10瓶，一锅要用10瓶哦。这差在一罐半，多啊，咱遐诶有酒类，底下差将近两罐。哦，啊，再多加完，嘿，多加水哦，拢无一滴水哦。未使淋水，淋水咧就无采即卡。这个画面有没有够好吃？真材实料是老板的坚持，而古法制作的复杂工序，更是现在才要开始。当所有材料都放入瓮中，盖上盖子之后，周大哥说要用富含矿物质的红土把陶瓮整个都密封起来，才能够进窑熏烧。光是看这一道工序，好像就还蛮厉害的哦。像我们戴口罩不是因为瀑布小感冒哦，是因为我们要进到那个窑窑间里面，窑间里面。然后周大哥这个更专业，这防毒面具怎么回事啊？啊，因为里面等一下哈，我们一打开你会发现到里面的烟怎么这么重。我怕你们大家会被呛伤了，所以你做这其实有职业伤害哎、欸。其实很大。对啊。伤很大，真的。真的，辛苦啊。哎呦，哦，阿你鬼拢没辛苦，给他谢谢谢谢。哦，所以我们就把它准备好，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里面了。是是是，好，好来，好。窑对不对？哎、欸，一起的凹进去的一个一个洞哎。哦，所以瓜仔哦较深嘞。哦，较深嘞吼，这规个拢是差不多长嘞。哎，这安尼几度啊？这哦，这上下几千度。几千度？哎、欸，1000度左右。哦。这进来真的是要戴防毒面具。整个就给它埋在地底下。在这座窑里啊，光是呼吸都很辛苦了，更不要说是讲话了。放入坑里的瓮，上头要用粗糠覆盖之后燃烧，再花个3天3夜的时间，由上至下来加热焖烧它。所以在这72小时内，得不时的添加米糠，维持火力不间断，真的是很辛苦哎。出来了，哇塞！哦。这就是我们刚刚封的那一面，然后呢，它烧了3天3夜之后，对，烧3天3夜就像这样子，来，我们给它放到外面去，哈，后来出炉喽，耶！
道出来之后呢，眼泪里面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那个工作场域。但是其实周大哥他就还是坚持说要用这样子的一个那个骨盘套餐进去一下，我就已经眼泪一堆了，因为里面的那个烟真的是很大很大。可是呢，你刚刚看呢，他们是坚持这样子三天三夜都是要用这样的这个骨法来去呢烹调他的一锅羊肉，可见那个用心的程度真的是必须要给他一个赞。等一下我们就来吃吃看，真的口味上是不是也是这么的赞，鼻涕都流出来。忙了这么久，熏羊肉终于可以大现身了，看官们可睁大眼睛瞧仔细了。至于香味，就由我代劳来帮大家闻仔细喽。来，准备哦，睁大眼睛看哦，预备，一二三，哇，黄橙橙的，先叫我告诉你，好香哦。嗯，来摸摸老嘞，来小心一下。就是我觉得，哎，就给你暖个底了。好香哦，而且它的整个那个鸡，就是它的那个汁液呀，整个就是非常的浓郁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说这个是在萃取它的羊肉的精华。哦，哇塞，好。然后这大概几人份？这个差不多，这个已经七分了哈。差不多剩不到五锅，那不到五份。啊，不到五份的客人，对，留一份给我们哦。好，那当然了。好，那我们就把它盛盘了。来，我们端到里面。好，来，走，嘿。在经过呢，就是加了一点高丽菜下去之后呢，这样子的一锅熏羊肉就上桌了。可是我觉得它那个香喷喷的那个味道还是非常的浓郁耶。而且我其实刚刚当时在咬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羊肉，它整个都已经炖到非常的烂了。然后周大哥就说，炖三天三夜怎么可能不烂？哦。有哦，有尝到那个酒味哦，嗯，可是它不是那种呛的酒味，那种甘甘甜甜的味道，嗯，而且那个肉啊，虽然说它很已经炖得很软烂了，可是它那个羊肉的那个滋味还是整个锁在里面哎，然后呢，有一点那种带筋啊、带皮的那个部分啊，就是它的那个肉质的那种软嫩度又不一样，然后呢，整块吃起来非常大块，所以你其实咬下去的时候，哇！它的那个层次是非常的够的，然后另外呢，你还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汤汁，周大哥可是非常的视为珍宝，因为这花了他那么多的心力哦，所以他刚刚其实有偷偷跟我说，每次看到那个客人如果汤汁没有喝完，他都真的觉得很可惜，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品尝这个羊肉汤的部分。温泉的中药汤头加上布心山的羊肉鲜甜味。这汤啊，不把它喝到一滴不剩，岂止可惜，真是暴殄天物了啦！而这土熏羊肉，提醒大家是限量的，所以才预约制哦。而点的时候啊，还要记得搭配上一份羊油面线。天气冷的时候，一口面，一口汤，很是满足哎。什么超级美食嘞，福哥，福哥，我来了！哇哇，对啊！福哥，你这边呢要推荐我招牌的料理是什么东西？就是咱大家好山好水出好价，就是咱的石窑鸡。石窑鸡不是西餐，是超在地的本土料理。难怪我刚刚闻到浓浓的那种窑烤、窑烧的香味，就是在我们这边直接烹调、直接享用就对了。对对。那我现在也要当小帮手，要帮福哥来料理一只石窑鸡。对。然后我们就抹盐。就很简单，这样子哦。嗯。拿起来，拿盐巴。帮他马杀鸡就对了。哎，对对对，那盐巴就好了，高一点。好。盐高一点。
啊，再翻边，翻边，再盐高一点，来磨好 ，OK 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你看，人人都可以当食神，这么简单。但是其实啊，这个简单的调味背后，就像福哥刚刚说的，你的鸡肉品质要很好。福哥家的鸡每天早上就把它放出去散步，哎，对对，早上就是朝八晚五，早上出去玩，那晚上天黑了，它自己就会回家了，回家，哎，直接把它放下去。为了要做出完美口感的烤鸡，福哥的食肴还特别采用奇里暗石来堆砌，因为奇里暗石具有吸热特性，利用它产生的高温来烤鸡，鸡肉胖共共到让人受不了。哇，金黄金黄的，等待是值得的哦，给大家看看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看看，你看看，有没有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旁边还啵哔啵哔啵哔啵的在冒泡哎，然后下面的这个鸡汁啊也是非常珍贵的，可以拿来应用在其他的料理当中哦，迫不及待要品尝了。整只鸡，来看看福哥教我们怎么样好好把这只鸡享用完毕，走。很多人觉得吃烤全鸡很麻烦，但是呢，在我们这边一点都不麻烦。为什么？福哥要帮我们把鸡肉呢都处理好好，而且听说福哥这个把整只鸡啊分解完毕，只要花1分30秒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时间。1分半钟，口说无凭，我们直接用计时的好不好？1分半钟，福哥你有信心吗？有啦，肯定有的。你看他自信满满，1分半计时。开始。好 ，OK。OK 了，虾米啊？48秒而已耶，根本不到1分钟嘛，根本不到1分半啊，就48秒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像这样子。你的鸡胸肉一定要有汁在，嗯，然后这是鸡的皮是酥的，对，啊，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剪不是乱剪哦，不是说你随便剪一剪把鸡分解完就好了。像你这个鸡腿一定要吃鸡腿，要有吃鸡腿的这个感觉。是是是，所以这个一定要保留在，不剪得乱七八糟就不行了。福哥表演了这么多才艺，又表演了萨克斯风，然后又表演了剪鸡秀，这样子我好像整个被比下去了。不然这样好了，福哥，你48秒剪鸡秀嘛，那我来表演48秒吃鸡秀好了，好不好？好好好，好试试看。48秒全部吃完。好，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福哥帮我们整个料理好，看起来外酥内嫩的食窑鸡到底是什么味道？迫不及待，它太香了，赶快来吃吃看。哦，好好吃，好香哦。真的加一点点盐啊，可是它完全把那个鸡肉本身的香甜提味提出来了，超好吃的，好想要飞起来的感觉。而且因为那个鸡油啊，它就是鸡的原汁，非常的精华，所以你沾点鸡油，它又让那个味道更浓郁了，好好吃哦。还有哦，我们的鸡汁精华还可以拿来搭配宜兰的国宴料理 Seloba。以前呢 ，Seloba 其实就是人家板豆的时候那个菜味集合起来，然后煮成一锅，有点像就是杂烩。可是现在啊，其实因为它已经变成特色的料理，所以在宜兰这边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的 Seloba 呢，是把刚刚讲的鸡汁精华放下去熬煮，所以完全吸收了那个我们鸡肉的香甜，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蛋酥，所以就让整个 Seloba 一整锅感觉超澎湃的。我之前本来以为 Seloba 是一种肉，后来才知道呢，原来是这样子一整锅叫做 Seloba。真的是满分的好吃哎！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都要给它120分了。那个味道啊，就是它不是你，就是你吃到那种咸味，不是说因为加了盐巴或者是加了其他的调味料，它就是本身鸡汁散发出来，跟所有的菜集合起来的那种很香很香的味道。然后呢，有很多的精华相互交融在一起。光吃这个白菜就可以吃到吸收了好多不一样的那个食物味道哦。
真的很好吃，喝一口汤看看。啊，好幸福的感觉哦！这锅 Selobai 汤汁集结了所有食材的鲜美，味道有点接近砂锅鱼头的感觉，喝一口人都暖了起来。食妖鸡的鸡汁也可以跟南瓜料理做搭配，煮到通透的南瓜释放本身的香甜，加上鸡汁的鲜美，一样是120分的好滋味。嗯，福哥，好讲哦，超好吃的，哦，好幸福哦。套餐拢红乌都个暗，大家人大家都乌都好食，真的很棒，200分。啊，你不是说要表演说吃鸡一分半钟？对齁，啊，可是我表演完，因为你准备太多菜了啊，如果我去挑战一分半把鸡肉吃完的话，有什么好处吗？我带你去那个一个人家很少人知道私人的甘麻山，嗯，整山都是甘麻，还有人看狗，私房景点就对了，还有猴子很多，私房景点，好好，可以有私房景点这个诱因，我相信我一分半一定可以把吃鸡秀表演得淋漓尽致。那我们一分半计时开始预备，相信我好不 好, 好, 好计时开始。阿福哥可能需要一点水帮忙啊，去帮我倒一杯水好不好？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好，帮我倒水一下。来来来来，请用水，请用水，吃了，福哥，你看一下就吃完了，还不到一分半呢。哇，厉害啊！我真正来我这记录上紧的吃五分钟，真的哈、哦啊！你要把我的记录挂在墙上哦。有人打破，就是除非有人打破，不然不可以把我记录拿下来，好不好？那、啊、现在可以去私房景点了吗？好，可以。好好走。